尊敬的诸位法师，尊敬的刘老师，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法会呀，最后一天了。我看到大家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法喜，精进。不疲不厌，这5天当中呢，从早到晚，都是全场没有缺席的，非常的难得。很多同修都跟定宏讲，说参加这次法会呀。觉得就特别的殊胜，好像过去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庄严的殊胜的法会。那我自己也有同样的感受，感觉到虽然我们这个会场并不算很大，只有。不到2000人，可是呢，我们相信一定是有佛菩萨住持这个道场，这里的坛场也是尽虚空遍法界，所有的众生都来参与的。因为我们在这里呢，是学习和分享。十方诸佛都赞叹的法门，净土法门，是在研讨如来所说的第一经《无量寿经》。那所以，这个法喜充满也是诸佛加持，所以我们像昨天刘老师讲的，我们来的人。参加这个法会的所有的同修，那么你们的累劫今生，一切祖先、一切的有缘众生，都能够得到超度的。那除了在场、在现场的同修们以外，还有。在网络上观看这个全程的课程甚至以后我们把光碟拿来呢学习，虽然不能够参加到现场，但是呢，你们只要在这样的课程里面真正建立。往生净土的信愿，那你们自己也一定能拿到往生的把握，同时你们的所有的祖先和有缘众生也都能得到超度的。那我们现在继续来。学习这个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这最后一课。上一次，我们刚刚开头讲了一向专念，那么意思呢，并不讲得很充分。那为什么要一向专念？为什么要念佛？昨天我们。讲到这个佛号的功德不可思议。这个佛号叫做万德洪名。这个万并不是数字，是代表圆满的功德。当你能念这句佛号，而佛号本身就是自信。所以它
含有自信圆满的功德。我们能念这句佛号，就把自信功德都念得圆圆满满了。所以文殊般若经里头所讲到的啊，我昨天不是讲吗，我原来还以为落了一个字啊，说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亦与无量诸佛功德无二。我还以为说亦与念无量诸佛功德无二啊，是不是念这个念字啊落了，查查经典它没落啊。那念一个阿弥陀佛的名号，竟然就跟无量诸佛功德都一样吗？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啊！这才能够相信呐、啊，什么叫做万德洪名啊？真这个功德圆圆满满。啊，《华严经》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呀、啊。就这个一句佛号，就含有圆满一切的功德在里头。啊，所以我们就靠念这句佛号，就能入佛的法界，就能成佛。啊，那有的同学说，这是什么道理呀、啊？在昨天我们也讲到这个道理，净虚空变法界，一切的境界，无论是凡夫的境界还是佛菩萨的境界，都是我们当下这一念变现的啊，除了念以外啊，什么都没有，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就好像我们做梦一样啊。梦境从哪儿来的呀？梦境不是人制造的，不是，也不是上帝制造的，也不是佛菩萨制造的，是你自己那个做梦的心变现的呀。你如果没有这个心，没有这个念头，也就不会有梦境了。所以梦境当下就是你那一念心呢、啊、而这念心在念念相续，所以我们才看到梦境的相续啊。所以梦境你说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啊，你说它真，它就明明是梦吗？怎么是真的呢？你说是假的，那梦境真的有啊，真看到了，真感受到了，所以它非真非假，非空非有啊。那个真假空有都是相对啊，这个境界就是这样的啊。那么诸佛国土极乐世界，它也是像梦境一样，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样的梦境啊。但是这个梦境是什么心变现的呢？是什么心做出来的呢？是我们的净念做出来的。心净则佛土净，我们眼前的境界娑婆世界也是心变现的，但是这个心是染污的心啊，是有妄想分别执着这种心，所以变现这样的一个娑婆世界。那原理是相同的呀，所以娑婆世界极乐世界都是唯心呢、啊。那懂得这个道理，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甚至你要成佛入佛法界，那就从自己的心来下功夫，
把你那个染污的念头转换成极乐世界的这个念头，净念。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那你就现出的极乐世界呀、啊！啊，甚至你就能成佛呀！啊，所以这念一佛的功德就是这么大呀！啊，当下这一念，你就转成佛号，就是净念，整个法界就跟着你的念头就转过来了。啊，就好像我们看电视，啊，这个电视一开始看一号台，啊，拿遥控器摁一号台，哎呀，这里头是五浊恶世，啊，非常污染。那如果你现在升起厌离心，我不想看了，我不想在这里感受了，我换个台吧，啊，我再摁遥控器二号台一摁。极乐世界出现了，啊，这极乐世界，这一换就换过来了。那么极乐世界和那娑婆世界这两个台，相隔有多远呢？佛讲啊，这个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相去十万亿佛国土，啊，事相上确实是这样。但是理上啊，不隔毫端，一个念头都而已。你只要前一念把它放下了，不再染这个娑婆世界了，第二念是净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下去了，那你就是在极乐世界当中，快到就好像从一号台变二号台一样。啊，那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不仅是平面电视，是立体电视。啊，我们人就置身于其中。啊，你看现在确实已经有立体电视了，啊，在深圳，啊，我知道都有厂家的生产立体电视，嗯，啊，那立体电影也早就有。嗯，那极乐世界，你整个进入其中，就是换你的念头，换你的频道。啊，换过来之后，你就得佛受用。啊，就是做阿惟越致菩萨，甚至你就能成佛。啊，把这念头彻底放下了，啊，那这就是成佛了，成圆满佛。啊，那我们先从念佛号，啊，这念佛，这个是万法归一。啊，我们把所有的念头都归到这句佛号上。啊，先是啊，有念而念。啊，你真的在念，老老实实，直持名号。啊，但是要成佛，必须要达到无念，就是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了。那靠其他法门，你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可不是一件易事。为什么呢？你有念就不行，啊，那你咱们试试能不能够把念头真正放下？这可真做不到，你自己试试，啊，十秒钟，你试一试能不能任何一个念头都没有？啊，哎，你十秒钟当中，哎呀，你看我这十秒钟没有念头了，你行了，你想没有念头就已经是念头，啊。甚至有念是妄想，没有念头那是无明，啊，根本就不是佛法界，啊，这里我们讲的无念是一微细的念头都没有，就像弥勒菩萨讲的，一坛子320兆个念头都没有，啊，那个那么微细的念头，一坛子320兆个念头，一个念头都没有。这才能叫成佛。啊，那净土法门妙在哪儿呢？是从有念入无念。啊，从往生正无生，无生法忍。啊，你先往生。
你要到无念成佛境界，先从有念，念阿弥陀佛，就一直念下去。念着念着会怎么样呢？那妄想分别执着就自然脱落，不用去理会它，它自然就没有。所以这个法门叫暗合道妙，巧入无声。 暗暗的，就是你不知不觉。反正你就老实念。你看那些什么经教都不懂的老阿公老阿婆，他们也能念，念着念着就能站着往生。站着往生的人还了得，那是礼仪心不乱的人。他们能够有这种境界了。 这是不知不觉念到妄想都脱落了，那就成佛了。所以这个法门妙。那么，所以念一佛功德，就跟诸佛功德无二，因为你要靠念佛才能成佛。《华严经》上讲的，念佛是因呢，成佛是果。 所以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始于初地，终于实地，上面就是等觉，再上就是妙觉佛果，始终都没有离开念佛。那我们现在呢，发心念佛了，要求生西方了，这就发菩提心了。 刘老师今天上午就讲到了，什么是发菩提心呢？你能够一心一意求生西方净土，这就是发菩提心。那么你能一向专念，这就是积功累德。最大的功德莫过于念佛。 所以很多同修都问问题，像刘老师接过不少这种问题，找他的人最多的一个是癌症病人，一个是附体的，这两种，这都属于什么问题呢？业障，还有冤业，有病治不了的病，不外乎就是业障病。 和冤业病，那附体的就是冤业。那怎么才能够化解业障呢？最殊胜的方法就是念阿弥陀佛。所以治病消灾，用阿弥陀佛最快速、最灵验。我们这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这就直接跟阿弥陀佛合成一体。你念佛要用这样的心。不是说我是我，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你要怎么念呢？我现在这个念佛，我这个整个人身心都在阿弥陀佛里头，阿弥陀佛又在我里头。 这就是你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密宗讲三密相应，身口意都是佛，这叫相应。我身礼佛，我这个口念阿弥陀佛，我的意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遍法界虚空界。 哪儿都是阿弥陀佛，包括我们这个人身体也是阿弥陀佛，我们整个就在阿弥陀佛里头，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发起这样的心来念阿弥陀佛，这相应啊。等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如此，极乐世界是身土不二。
阿弥陀佛的身也是阿弥陀佛的土，整个极乐世界不都是阿弥陀佛吗？不光是那个讲堂里面讲法的那尊才是阿弥陀佛啊！那个有情无情，一切众生无不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你看那鸟也是阿弥陀佛，那个是风吹树。 那七宝池，那八功德水，那天上的落花，乃至你想吃饭的那个七宝波气成的百味饮食，无不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你要用这样的一种心来去念，那你整个念佛的当下。 不就置身于极乐世界了吗？所以我们要用这种信心，要有这样的愿，念这句佛号的时候，就跟阿弥陀佛连成一体，这样的效果消业障是最好。像我们如果有什么求的。 特别是我们要做利益众生的事业，弘法利生，护持正法，这些事情全都交给阿弥陀佛。你交给阿弥陀佛了，什么事情都办得顺顺利利。 刘老师今天早上不是讲了，有事就找阿弥陀佛，找观世音菩萨，没有失误过的，真的是有求必应。为什么呢？这件事情就是阿弥陀佛来办了，我这个身体现在就变成阿弥陀佛的身体了，阿弥陀佛就拿这个身体去办事儿，包括讲经说法，包括护持正法，哪怕是做一个义工，至扫厕所。 扫地，我为利益众生，无论做大事小事，我们就想这是阿弥陀佛在做，我的手是阿弥陀佛在动我的手，我的身体也是阿弥陀佛的身体，把自己全交给阿弥陀佛，那自己就是阿弥陀佛的一部分了。 你看这密宗讲三密相应，这不就不知不觉就相应了？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要敢于这样去承担。你不要想着，哎呦，我哪是阿弥陀佛呀？我这身体是业障深重的身体，我这思想也很多恶念。 贪嗔痴慢也很多，我哪是阿弥陀佛呀？那你岂不是说，那阿弥陀佛就在我这身体缺了一块，它不是变法界虚空界了，它的法身就不是变一切处了，那它缺了一块，这定弘法师这身体就缺了一块阿弥陀佛了。那思想里头，那个空间、那个境界里头就没有了阿弥陀佛了。 那就岂不是跟释迦牟尼佛讲的就不一样了？关键是你要能觉悟到，当下你能转念呢？我虽然现在是业障凡夫的身，可是我一转念，我现在要去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我现在这个身体就交给阿弥陀佛了。 阿弥陀佛就拿我的身体来办事了，我没有自己了，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欲求，就整个就是阿弥陀佛在办事。那你想想，你还有什么业障？难道阿弥陀佛还有业障吗？ 所以，如是真正觉悟，真正敢于去承担，你这个念。
就叫念佛。啊，密宗讲即身成佛。啊，这个经上，涅盘经上讲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就放下的是什么屠刀？你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你自己以为自己不是佛啊，你甘心情愿还在做那些杀盗淫妄酒贪嗔痴慢疑的恶业，不肯去做佛，那叫屠刀，把你的法身慧命给屠杀掉了。现在把这些放下，你立马就是佛。所以净土法门，祖师大德称为极圆极顿的法门，圆是圆满，没有丝毫欠缺，让你成佛是成的是圆满佛，成的是阿弥陀佛，这是圆满啊，佛中之王啊，光中极尊，而且是顿，顿是立刻当下，这念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我们就全部放下，至心念佛，念佛时就是成佛时啊。但问题在于什么呢？我们凡夫就不是念念在做佛啊，偶尔一念啊，我真的要成佛的时候，我这全心全意念阿弥陀佛了，念着念着马上又起妄想了啊，这个妄想一起，对不起，这时候就不是佛了，这又做凡夫了啊。所以啊，啊，我们现在要保证自己做佛，就要一向专念啊，要肯去念佛。这个一向专念，上至尽行受，下至十念，通通都属于一向专念啊，最少是十念。啊，昨天我们有谈到了十八愿里头讲到十念必生，这十念必生啊，啊，昨天我们就是探讨这个问题了，是指临终十念还是现在十念，还什么时候的十念必生？啊，我告诉你，就是现在十念。但是你这现在十念也是临终十念，你就必生。问题是你肯不肯就在现在啊，就做临终想，我现在就要往生啊，我以至诚的心，我不能再等了，我这十年以后我真的就命绝了。你有这种觉悟，你那念的十念才叫至心。我不跟大家汇报了吗？四月底，我应邀到日本参加这个佛七，跟大家啊讲经一支香，念佛一支香，专门讲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啊，有一天讲着讲着就地震了，啊，这楼就开始摇了。这时候我告诉他，大家，现在就是我们临终的时候了。嗯，现在临终十念，你就能见佛，你就能成佛，你就能往生。啊，所以我们当时大家都合掌，恭恭敬敬念十念。反正我自己就感觉到那十年真的一点妄想都没有啊，因为真的这楼什么时候就塌也不晓得，瞬息之间塌下来把我们就砸扁了。
那这念念就想到，这前一念是佛，后一念就是命中啊。啊，所以念念起来那是特别的用心。这真是体会到什么叫至心信仰。啊，那身体立刻就要放下，这娑婆世界也立刻要放下，现在就是临终。啊，一直念。啊，结果从一数到十念啊，十句佛号，那头还那个楼还没塌，啊，还在摇。啊，那怎么办呢？继续再念十念呢？啊，前个十念不是临终，那可能下个十念就是临终了。那再念十念呢？这一十念也是临终十念，那也是至心信要。啊，念完二十句，他还没躺，还没躺，再念十念，反正一直念了至少个好几分钟吧，四五分钟都有。啊，那几分钟念真的是至心。啊，结果呢，念念念，他的楼就不摇了，啊，也不地震了。好了，不地震怎么样呢？那就当没摇过了啊，没有地震了，继续讲经了。嗯，然后我们就体会到，我们现在身体留在娑婆世界就是这样。啊，这灾难来了，来了赶紧就念念佛往生，什么都放下，就是现在临终时念了。啊，假如你还留在世间有任务吗？那阿弥陀佛他不会出现。啊，你这十念念完了之后，他灾难呢自然就化解掉了。啊，然后呢你就继续该干什么干什么呀。啊，继续做弘扬正法利益众生的事业。啊，所以那个心呢总是挂在阿弥陀佛那里，总是贴在西方极乐世界那里。啊，这个世界一旦看到缘分子进了，立刻就念佛往生。啊，所以从那一次我们就彻底对灾难没有恐惧了。啊，为什么呢？啊，自己真的到危难的时候，可以提起佛号。啊。你能提起佛号啊，这真的该走的时候，阿弥陀佛一定来接你。啊，如果他不来接你，他不成佛的呀。他现在已经成佛了，啊，说明他一定会来接你。啊，那我们这临终十念，也属于一项专念。啊，那么现在我们还没到临终啊，那要尽行受学念啊，这个佛号反正每十念你就当作是临终十念，就是这么干啊，不要想自己寿命有多长啊，谁都不知道寿命该有多长啊。你看我有一次到广州啊，有同学就告诉我，说那个高那个，这好几年前了，那个高架路上有个大卡车装的是集装箱，啊，结果在那个高架路上呢，可能是遇到车祸了，还是急刹车，一下就撞到那个高架路的那个栏杆上，整个集装箱就翻了下去，啊，那有好。10层楼高吧，就一下就把一个人就砸扁上了。你看那个人，他做梦也没想到，就这么一瞬间就死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我们修道人如果是用这种紧迫感来念佛，可能什么时候灾难一下来了，我们就死掉了。那我们现在如果把佛号忘了，那保不住那集装箱一下压在我们头上把我们压扁了，那佛号还没提起来呢，那怎么办呢？
所以，刘老师经常提的这个紧迫感，我举这个例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你就想着，不知道哪儿有一块陨石，就掉下来压在头上了，啊，不知道是不是这地上突然裂开了，就掉进去了，啊，反正你就随时随地想着，我可能就是临终，我这句符号有没有丢？ 如果这句符号老丢，那就麻烦了。所以你有几分往生的把握，你自己知道。您的求生净土的心，您那个符号丢的时间长不长？为什么我们刘老师有往生把握？啊，随时随地可以走，那符号没丢，从来不丢啊。晚上念佛。 睡觉都在念佛，啊，那这是我们需要用功的地方，啊，既然发愿要求生净土了，啊，那就要努力去念佛，啊，那你的愿才叫真实，有愿而无形，这个愿是虚愿，所以一向专念这个意思，一向就是一个方向，我就是求生净土，这是方向非常明确，专念就是什么都放下，我这句佛号单提，啊，就这一句佛号，啊，其他事都不放在心上。那有的同学说，不行啊，我还要做这个做那个，很多事情要办呢，那我只念佛，那我不就不办事了？ 事你还是要办，这个不会妨碍的。可是心里只装阿弥陀佛，啊，那有人说，那我要想事儿，我要去筹划，我要去计划，那我要用脑子，我这符号不就没有了？那我怎么能装阿弥陀佛呢？这也不妨碍。啊，你那个心真正想往生。 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个心是不退的。啊，有一个同修前些日子啊，跟我吃饭的时候啊，就问我这个问题：那我现在要工作，很忙，没时间念佛。啊，那我怎么个修？我往生到底有没有指望？我跟他讲。 你要真明白净土道理，你知道那个不妨碍。特别净土法门叫世间自在，阿弥陀佛跟谁学呢？世间自在王如来。啊，这个法门就是，啊，不离世法正佛法，不离佛法行世法，它世法佛法不是对立的。 但是人容无碍，关键是你那个心是真想往生，啊，真愿意往生，这个是重要。啊，我就举个比喻，我说你是河南人，啊，老家在河南，现在你身在香港，你要办事儿，啊，那你现在突然知道，哎，家里有事儿，很紧急，你得赶着回去，可是现在在香港的事也没办完。 可是你的心呢，总想着赶怎么回去能，啊，赶紧得安排好我这边的事儿，我就得回去往家里赶。啊，当你还没回到家之前，你这边肯定还要处理很多事情，啊，你很忙，甚至可能比平常更忙。为什么？你要赶着收拾行装啊，啊，你要处理啊这些事情啊，赶着做呀。 啊，可能比以前更忙，以前还不那么想赶着回家。啊，那你虽然很忙，你想回家的心没有丢，没有忘。而且你为什么要忙这些事儿啊？你是为了回家呀。啊，所以你赶紧处理事情。要订机票，啊，订行程。
那你定行程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全心的全力的思考，我这行程哪一天啊，选哪个航班啊，怎么走，你都要用思考，对不对？你用思考，它不妨碍你回家的心呢。啊，那你现在要求生西方净土也是如此。啊，虽然现在你很忙，你是来不及念佛，或者只能够九次十念法了。啊，这个念佛就是帮你提醒，别忘了回家。啊，一天至少得提九次。啊，那你现在想回极乐世界的老家，你那心真的在这上面，所以你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忘我要准备回家的人。凡是障碍我回家的，跟我回家是不相应的那些事情，我就不干了，就放下了，我只干能够帮助我回家的事情。但是你干的时候你全心全意去干，它不妨碍你回家的心。我不知道这个例子大家能不能体会到。啊，所以这个专念实际上啊，不光是口上念这句佛号而已，他心里是真装着阿弥陀佛啊。那么口念是有帮助，为什么？口念它就提醒你的心啊，生生唤醒自己，念念不离本尊，本尊就是阿弥陀佛，念念不离极乐老家，这叫真念佛。所以你用这样的心在这世间，你肯定就是看破放下啊，你没有什么事情放不下，因为你就想回老家，你肯定就自在啊，好事坏事都自在，你肯定就随缘啊，你绝不会攀缘，你只攀极乐世界老家的缘，其他这些都不攀，那你自然也就有空肯定是念佛的啊，没空告诉你，你那个心也是佛心啊，佛号即使没在念，那个心还是佛心呐。啊，你看我们刘老师那时候还在省政府工作的时候不也是吗？他念佛，他说今天早上救了这个帮助一位啊远地而来的要告状的一位呀，啊，这个母子啊，一对母子，帮助他的时候是全心全意的帮助。帮助的时候，你看他打电话，啊，他在跟这个旅馆的人交涉啊，你好好的安排这母子俩晚上休息啊，第二天那个房费我来付。他在跟他说话的时候，那肯定不是在念佛嘛，那佛号哪儿去了？佛号虽然没在念，可是这个心是佛心呢。啊，阿弥陀佛如果在这世间，他不也要这样做吗？他没有忘阿弥陀佛呀。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细细去体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日常工作生活，如何来用这个心，这叫相应。如果不相应啊，你就念这句佛号，那古人讲这喊破喉咙也枉然，因为什么呢？不相应啊，甚至你就在念佛堂里念啊，那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巴拉巴拉念啊，确实念到一支香下来没几个妄想，很厉害啊，功夫几乎成片了，几乎是念佛三昧了，可是你的心没有改，你对娑婆世界还是留念，对人事物还是有控制占有的念头，对人我是非你还很在乎，那还很执着啊，还有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享受这样的一种这个执着的心，那你念阿弥陀佛念得再好也不能往生。
为什么呢？就是信愿不足啊，没发菩提心呐，或者发得很浅，不够。啊，这是藕益大师在《弥陀要解》里特别提醒我们，啊，说，如果人没有真正的信愿，求生净土，啊，纵然你念佛念道，雨打不入，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如铜墙铁壁一般，啊，这功夫成片的样子啊，可是最后还是不能往生啊，啊。这话呀，我自琢磨呀，我在想，这念佛功夫成片都不能往生啊，我就跑去问师父老人家，说师父，如果一个人要是信念不具足，是不是念佛功夫成片都不能往生？师父说没错，得给我做印证，啊，我想的没错。所以最关键的，你要有这个心，要改我们的凡夫心，改成佛心。啊，阿弥陀佛是怎么待人？你想想，事情临到头了，你就问：假如你是阿弥陀佛，或者假如阿弥陀佛是你，会怎么做？你就这样想，怎么对待众生？哎，你这样一想的话，你就知道有答案了，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嗯，这自然所行出来的就是菩萨六度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啊，都能做到啊，自然就为众生做好样子啊。这是啊，为什么我们要念佛？这功德。啊，我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下面呢，第二个小题目，这一项专念，第二个小题目就是如何念。啊，每个人念的方法不一样。啊，这也不是千篇一律。嗯，那么祖师大德介绍念佛方法也很多。啊，比如说藕益大师就特别强调念佛，特别是初学。入手要数珠啊，一天或3万或5万或10万啊，这是帮真的帮助你，你这样的羞耻念念能提着你，别忘了极乐世界，别忘了往生啊，所以念佛越多越好。那么黄念祖老居士呢有提到一天嘛，至少得念10000，这是一种方法。那么印光大师呢，他就不太主张人数珠。啊，祖师个人有个人的修持方法。啊，那么相比之下呢，印光大师离我们比较近。啊，可能他想的对我们现前众生的根性更为合适。啊，他提倡什么呢？十念法。啊，这藕益大这个啊，胡晓玲老师啊，曾经有详细介绍过，大家可以看他的光盘。啊，这十念法是我自己也体会很有受用。啊，我实际上呢也学这个方法也有学了十几年了。啊，最早。我在这个上海啊，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国啊，还在广州念大学的时候啊，我们那天去打佛七的时候啊，哎，就有一位老师就教我念十念法，他说这个十念法是印光大师传给李炳南老师的啊，念的方法呢很简单，3、3、4这样的节奏啊，非常具体。当然印光大师在他的文钞里头
说到这个念佛计数，啊，从一数到十也行，或者两个五五，两个五五五啊，从一到五，再从六到十，这样念也行。但相比之下呢，印祖呢还更主张分三气念，三三四，啊，一口气念三句，再一口气念三句，再一口气念四句，总共十句佛号。啊，那我自己觉得这三三四的念法呀，它确实不伤气，啊，很自在，啊，数起来也不困难，啊，像我这样的根性很差的，有时候从一数到十都能数错，啊，甚至从一数到五都会数错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去练习过，啊，但数三三四是绝对不会错，为什么？因为它节奏感很强。啊，你念佛的时候是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一气，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有一气，啊，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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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三口气，十念法，然后又来，啊，周而复始，节奏感非常强，绝不会错。你从一数到五吧，你是数到第一个五还是第二个五？有时候都会搞混了，啊。那个还会有错，所以呢，这三三四的方法是最简便的，啊，十念法。而这个要领贵在怎么个念呢？啊，就是三个清清楚楚，口里念得清清楚楚，耳朵得听得清清楚楚，啊，念给自己听，啊，心要数数计数记得清清楚楚。那么三三四是很容易数，绝对不会数错，但是你也要清清楚楚，啊，只要能够清清楚楚，你就没有打妄想，啊，我们念佛是把妄念能降服，怎么个降服啊？当你能够把这十句数得清清楚楚的时候，就没有打妄想，要数错了，数漏了，你肯定打妄想，打妄想怎么办呢？立刻把这个思想收回来，啊，继续认真听，啊，听到一气三句，啊，这个心里数得明明白白，又听到一气三句，又是明明白白，啊，第三气四句又是明明白白，啊，一直这么念下去，十句十句这么念，啊，你有多长时间就念多长时间。哪怕是你就念一气啊，这个一这是啊十念法十口气，啊，或者甚至这三口气念十句，啊，这都可以。所以时间自己灵活掌握。啊，那师父上人提倡九次十念，咱们就用这三三四来念。啊，早上起来就念十句，晚上睡觉前又念十句。啊，三餐饭前念十句，啊，上午上班下班，下午上班下班各念十句。平常呢，一走路尽量少说话，尽量别看啊这些啊跟你不相关的事物，啊，就是心里数着佛号，啊，不知不觉，久而久之，那个佛号就能连成片儿。啊，先从十句开始，它中间不杂妄想，再来个十句又不杂妄想，每十句你都好像是现在我就要临命终这样的想法，啊，以这样的至诚心来念，那十句的功德是不可思议啊！一句佛号功德都与无量诸佛功德无二，那你十句功德百句功德，千句功德，万句功德，那还得了？啊，你岂能不成佛呀？所以这个就是大势至菩萨的法门，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
像刘老师今天也讲，我们是要求往生，但是不需要急于求往生，也不要啊这个强求刻意啊，因为那些勉强的念头都是不自然了，都属于妄念啊，都属于夹杂。你有这个愿，这阿弥陀佛就知道了啊，就不要老是这个口口声声的念着阿弥陀佛啊，赶快来吧啊！我父亲，我教他念佛，前段时间念的时候，他就是啊，因为他身体有病，很不舒服啊，这个人也会烦躁，这我们都能理解啊。我劝他念佛求往生啊，他也真念，真求往生啊。但是他是什么念法呢？阿弥陀佛，赶快接引我往生吧。阿弥陀佛，赶快接引我往生吧，他是这么个念法。我就跟他讲，你就念前面四个字就行，后头那个就可以不要了啊，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行，阿弥陀佛知道你想往生，你也不要急。你现在在这个还在人间吗？现在阿弥陀佛还没来接你啊，你这身体有病就当消业障，把业障消除干净了，你的往生品位不就高了吗？啊，那阿弥陀佛什么时候来啊？不要着急，他到时到点就来。啊，我这个前两年，我爷爷在大理，啊，跟我一起住。啊，那时候爷爷有一次啊，因为我让我爷爷呢每天就念佛。啊，然后我给他讲《阿弥陀经》的大意，啊，就劝他念佛，因为他呢只会听广东话，啊，听不懂国语，这个文化水平，也只有小学三年级，啊，佛经嘛讲深了都听不懂，嗯，那但是人很老实，我劝他念佛他就念，啊，也不懂什么意思，但是他还能够这么念，啊，我把《阿弥陀经》呢。就做了个节录节要啊，原来是1800字啊，他说1800字看下来，看了后边忘了前面啊，看了前面忘了后面啊，90多岁了嘛，于是我就截了一个800字的啊，我觉得是阿弥陀经最精华的部分，我就让他每天得念10遍啊，于是他就拿着这个本还就念10遍，就刚好一张纸 A4 纸这么大小啊，他念的还能念得下来啊。那么他自己呢也很愿意往生啊，看到极乐世界这么好，那有一天就来问我说，阿弥陀佛啊，这个什么时候啊才能来接我呀，我也很想去。我说阿弥陀佛会来接你的啊，这个你看你不是每天读阿弥陀经吗，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啊，在你面前就现出来了。你到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一定来，与诸圣众啊，极乐世界这些大海诸大海众菩萨，他们都来，还有观世音菩萨，还有大势至菩萨，他们都来接你啊！啊，你呢就能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啊！哎，他听了就很高兴，啊，他说真的来啊，我说真的来，他说那啥时候来啊？我这不是刚告诉你那临命终时候来吗？那他问了，那我啥时候临命终啊？这把我问住了，我就说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临命终，但是我知道你肯定有临命终，当你有临命终时候，阿弥陀佛就来。那什么时候来那是阿弥陀佛管啊，你现在也不要着急，到你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一定来啊，不要着急。啊，那么这个念佛用十念法刚才讲的啊，计数方便，而且呢
工作生活对我们现在世间还在工作的人来讲，那真是一个很殊胜方便的法门。啊，像我在香港讲经的时候，啊，对香港同修讲，啊，我在圆明寺，在香港佛陀教育协会都讲《无量寿经》。啊，我讲这个念佛的时候，啊，因为来的人很多都是还在职的，啊，还在工作的人，香港呢工作啊也是挺忙的，挺紧张的，啊，那么只能是周六周日来听经，啊，所以我劝他们念佛，啊，你呢，你看你上班的时候，啊，是不是等车也能念佛，啊，坐车也能念佛，走路也能念佛，就这十句，啊，重复的念。啊，吃饭的时候心里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吧，这十句还是一样念。啊，做家务煮个饭，啊，洗个菜洗个碗，那这十句都能念呢，这很方便吗？啊，甚至你这个洗澡啊上厕所啊都能念，啊，只是不要念出声就行了，念出声呢啊不够恭敬。啊，我们心里默念还是这十句，虽然没念出声，但是你耳朵里还能一样听得到自己的心声，啊，他是能听得到，那你就要专注在这个佛号上，他这个声音就有了，啊，别人听不到自己听得到。嗯，那么人如果能够这样念佛，欧一大师讲，真能念佛即是大布施，大持戒，大忍辱，大精进，大禅定，大智慧。啊，所以这个大势至菩萨他就用这个法门，不用靠其他的方便法了，啊，就这一句佛号，从初发心到如来地都能圆满。啊，所以有一天在摄影棚里，师父呢讲完经了，他在谢海清的时候，我就向师父请教，我说如果现在啊时间紧迫，我们大家要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时候那师父提说要我们要扎好三个根呢，啊，那学弟子规，学太上感应篇，学十善业道经，其实很多同修都有这个问题，很多同修问我这个问题，啊，那我自己呢原来就想这三个根是要学，但有人问是时间来不及了还要不要学，啊，那我就把我自己所悟的我跟师父汇报说这样行不行，啊，如果这现在年纪大了，你时间来不及了，你要真能念佛，这三个根是不是也都圆满了？啊，那师父说，啊，对，但是呢，我们要还是要劝人扎好三个根。啊，我一下明白了，就是我自己解的呢是从自度自利方面来理解，你想想你要真正这佛号绵绵密密能不间断，那你那三个根不都圆圆满满了吗？你那心整个就是佛心，你的心自然就是清净平等正觉，你待人自然就是慈悲，你没有妄念，你的心也是真诚，那就是佛心。那三个根就是帮助你啊得到佛心，啊，这是基础。你已经念佛念到这么清净了，那你的三个根自然也圆满了。就所以大势至菩萨说：“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我就还用其他方便吗？不需要，三个根是属于方便啊。
但是师父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对人这么讲呢？因为没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不像大势至菩萨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起码这六根就摄不住啊。那怎么办呢？那就靠三个根来帮助一下你呀。三个根叫你什么呀？身口意三业要清净啊，身不造杀盗淫了，口不造妄语两舌恶语绮语，意不起贪嗔痴，这都是都摄六根的方法。收回来是为了什么呀？不是说为了收回来而收回来，是为了让你净念相继，让你更好的念佛。那你能净念相继也叫都摄六根了，所以都摄六根和净念相继是互为因果啊。你这个三个根扎好了，你才能认真念佛，而你能认真念佛，你三个根自然扎好啊。所以自己看自己是什么根性啊。那众生根性不同，当然我们不能够千篇一律啊，但是如果你能够真正信入这个念佛法门，真的能够像大势至菩萨所讲的净念相继了，那你这四个根都圆圆满满了啊。所以要能信入这个法门，那明白道理就很重要啊。这个无量寿经全是讲这个净土法门的道理，我们要认真的听，听明白了你就能信入，你这句佛号它自然能相继。所以这个十八愿里头讲，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后头是信愿行，这信愿行三资粮都是建立在闻我名号基础上。那就要把净土大经啊，师父上人讲的这个演义，这个科注要真听明白听懂啊。所以有同修说，哎呀，这个信愿我现在觉得好像还不够啊，你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好像我发不起这个菩提心怎么办？那我教你最具体的方法，听净土大经解，这叫闻我名号。你能闻我名号必然发菩提心，这第十九愿讲的呀。十八愿讲闻我名号必定信愿具足，如果你闻我名号不能发菩提心，不能深信切愿的话，阿弥陀佛是不取正觉的，所以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的现在下手就得认真听净土大经解，把这个文明做足了啊。做足的意思就是你真听懂，以什么为标准呢？你真发菩提心了，你真深信切愿了，那你才叫做文明了。你说我现在听了老半天还没有真正信愿怎么办？那继续听啊，你没听懂吗？你得继续而且认真的听啊。像静宇老师昨天讲，听着听着打瞌睡怎么办？起来拜佛，拜着来听啊，这也是把自己的诚敬心拜出来啊。这个方法是开灵法师教我这个啊，他是一天至少1000拜，甚至有时候3000拜啊。一开始他教我，你一天1000拜吧，我说我行吗？他说行啊，你要发愿啊，我就干了啊。这一开始这个真不容易，早上2点多就起来了啊，就开始拜1000拜，拜上3小时啊。
可是后来要备课的时间忙了，后来又断了，心里也觉得有点儿很过意不去啊，对不起开平法师，人家这么样嘱咐我，我都坚持不下来，怎么办呢？后来开平法师来了，他说我现在边听经边拜我想哎，这个方法好，我去请问师父，我能不能边听你老人家讲经边拜？师父说可以，你去拜吧。于是我就不在摄影棚听，我就下来师父那个他在那个讲经棚里头他也能看到我有一个录像机对着我们照那我呢也能看到师父在荧光屏里头，所以呢其实师父看我看得更清楚因为那个摄像机就对着我的对着我们这个在场的这些听众所以我就在那拜那么师父一天讲4小时，我也拜4小时，那我想肯定是不止1000拜了因为我1000拜是3小时。哎，这个方法真是挺好的你拜着拜着吧这跟我以前听经是不一样，我以前听经可能是有点着那个文字相知识分子的毛病比较喜欢文字相名词术语这些会比较那个下了这个功夫挺注意这些细节问题，往往对义理就悟得不够现在呢就放下了，因为我以前听个经有时候还做做笔记，现在笔记都不做了甚至那经本都不看就是听，反正听得懂当然好，听不懂也无所谓就是这么边拜边听，让自己心空掉让这个阿弥陀佛的这经教就进来，那个悟处确实很多但是有悟处也千万别执着我现在有悟处赶紧停下来，赶快把我刚才悟的那些记下来这不必师父讲嘛，你记下来那些可能过1-2年一看呢，这都没啥，很平平了因为你的境界在不断提升有同修说听我讲这个讲经，尤其是这今年来讲这无量寿经，好像这进步像坐着火箭往上升一样，我说这有点过分可能夸张了但是确实比以前提升了很多我这个悟佛的这个经教这义理比以前深刻多而且讲得起来就确实比以前讲得更明白了大家听起来也好像觉得听得很受用怎么这一听你讲得就这么明白呢那确确实实我得利于第一个是一门深入这2年来不到2年差不多2年的这个时光全是在一部无量寿经上用功其他的法门经典通通放下全力的来用功，全职一天24小时，除了吃饭睡觉以外，其他的心思都摆在这个无量寿经上了确确实实这个专呢它就能有悟处专就是得定定才能开智慧那你的定越深，你的悟的就越高所以你跟大家讲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很平实的语言深入浅出，就能把大家说明白，如果自己都不明白，你怎么可能让别人明白怎么可能去指导别人所以自己就得要先明白那这个听经诚敬心非常重要，而且要像刘老师讲的，要放下3相名字相、文字相这个心缘相都要放下就是不去想，听懂了就好就行，听不懂就继续听，总有一次你能听得懂那么最后呢，
还有十分钟，十来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讲讲最后一个小题目，啊，就是一项专念里面呢，特别讲到这个灭罪，啊，断烦恼，念佛最有效，啊，怎么消罪业，怎么断烦恼，这是很多同修在关心的问题，啊。 很多同修都觉得自己业障重，啊，烦恼多，啊，想克服都克服不了，啊，想消业障也消不了，啊，这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啊，业障重到什么程度呢？明知道自己那个烦恼、那个习气不对，应该放下，但怎么就放不下？啊，甚至无数次的在佛前忏悔。 哎呀，不行，佛菩萨，我下次再也不去干了。后来又干了，啊，这叫业障深重。啊，很多年前，我就请教过师父这个问题，那时候我还在澳洲教书，有一次上图文巴，因为昆士兰大学是在布里斯班市。 到图文巴要开车2个小时，那么上了净中学院，啊，跟师父吃午饭，吃完午饭，我就把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向师父请教，我说师父啊，弟子是觉得业障很重，啊，烦恼习气呀，啊，总是要忏悔，但是忏悔完了之后又犯，啊，又向佛菩萨表态说下次我发誓不干了，啊，不能再犯了，结果后来又犯，我说师父讲经说，你发愿了之后，又不去履行你的愿呢，那就是欺骗佛菩萨，我说师父，我这是不是属于欺骗佛菩萨？我这还是不是真干？啊，我问的是很真诚。 啊，我问完之后，眼泪都掉下来了，啊，挺惭愧，啊，真的就觉得挺对不起师父的谆谆教导，啊，没有认真干。结果师父非常慈悲，啊，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整个内心都温暖了，好像得到光明，啊，他说，你这样就是真干。 我听了之后啊，那眼泪哗哗往下流，啊，就感觉到那佛菩萨就这么慈悲，啊，那么包容，啊，我们这罪恶生死凡夫啊，一次一次的造罪业啊，啊，造了无量的罪业，但是佛菩萨，你只要肯回头，佛菩萨，哎，你都可以，啊，真的，你只要回头就是好孩子。 但是我们还是要面对一个现实问题，我们确实还是想回头，但怎么回头了之后又掉过头又还去干，啊，这什么呢？无始劫来的习气呀！啊，你没有断见思烦恼，没证阿罗汉之前，你那些贪嗔痴慢的根就没断，遇到缘它还会起现行，这很现实的问题。 那我们怎么才能消业障、灭罪、断烦恼？啊，那我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虽然见思烦恼一品都没断，还是能往生西方？这往生西方不仅出三界了，还是出十法界。一般法门，你要出三界得断了见思烦恼。 根都得断呢，那现在我们，真的断烦恼没有信心了，断不了。那三界六道能出去吗？幸好有这个念佛法门，啊，即使你烦恼一品都没断。
甚至你还有很极重的恶习气，可是念佛求生净土可以救你。为什么这么讲？这道理要明白。黄念祖老居士这个大经解里面引用了一段话，是由心安乐道这部书里头讲，说无始恶业从妄心生，念佛功德从真心起，真心如日，妄心如暗黑暗，真心暂起，妄念即除，如日始出，纵暗悉除。这什么意思呢？说我们无始劫来生生世世无量劫造的这些恶业从哪造的？从我们妄心造的。真心没有罪业啊，真心本来清净，所以你造罪业都是妄心，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那妄心本来是没有的，自信是没有妄的，那我们怎么能够消这个妄啊，灭这个罪业？靠什么？靠念佛。因为佛号就是自信啊。这个谭论大师在往生论注解里讲，这句佛号是清净句啊，一法句者即清净句，清净句者真实智慧无为法身，那就是自信，就是真心。所以你这念佛一念提起佛号，真心就现前，自信功德就现前了。就好像啊，太阳出来了，黑暗顿消啊，晚上的黑暗就没了，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啊，哪怕是那太阳刚刚露一个半脸儿，真心站起，暂时这么起来一点，那黑暗就没有了，就天亮了。那个暗黑暗就代表罪业。我们现在即使是造了满身罪业啊，五逆十恶都是堕地狱的罪业，甚至就是无间地狱的罪业，怕不怕？不怕，你只要肯回头，你能念佛，以我们的真诚心提起佛号求生净土，那个恶业就像黑暗见到太阳就没了，它挡不住你往生。所以很多人他担心呢，哎呀，我现在业障深重，我要是临终的时候业障现前了，我不就往生不了了吗？你这还是有怀疑，这不叫至心信要。至心信要是没有怀疑也没有牵挂啊。那我造了这么多罪业，我难道不会有业障现前吗？那要看你自己了，你是不是真肯念佛，真正你用至诚的心至心信要，就好像现在就临终了，我这十念一个妄想都不能夹杂，就十念你能不能保持住？你要真肯，这一点不难啊，因为这个佛号一起就带起自信圆满功德，与无量诸佛功德无二。你有多少罪业啊？印光大师比喻说，你的罪业再多，就好像一片雪花要飘下来，飘到哪儿呢？几千度的大的炼钢铁的熔炉里头，那一片雪花还没进那熔炉就没有了。你这句佛号功德，阿弥陀佛的愿力，就好像大熔炉一样，你的恶业再多也只是一片小雪花，是没有办法比。关键是你能够信，你不怀疑，
你那个心才叫智心。你能这样智信信愿求生净土，你临终不用害怕，你肯定心不颠倒。我讲的这么肯定，是因为经典告诉我们啊，你能够这样的自信信愿求生净土，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和圣众就能现在其前，在你面前显现，放光照住你。这个慈光一照住，就好像一片那个你的恶业像雪花一样，就融在大熔炉里头了。你这时候自信圆满功德自然现前了，你就看到阿弥陀佛把莲花送到你的脚下，你抬腿就上极乐世界去了。那有的人问呢，你说的是这么好，但是如果万一我要是心颠倒了怎么办呢？他还不信呢，是吧？还是有那种怀疑的疑根呢。所以菩萨最大的障碍就是疑啊。他想，哎呀，我这念佛是还没成片呢啊，我这个还不能一心不乱呢，我现在到底能不能有把握临终的时候没有病啊？啊，病的时候会不会忘掉佛号啊？啊，会不会有人来助念呢？万一没人助念，那我想不起佛号怎么办呢？啊，甚至我要是得了老年痴呆症怎么办呢？啊，甚至我是到了重症室里头，喉管都割开了，啊，我那个都已经昏迷不醒了怎么办呢？你说的都叫心颠倒，但是你要真正置信信愿，你就不会心颠倒啊。你能不能相信佛在经里讲的话啊？你要肯相信，就不要有疑虑。你与其去疑虑，不如把你这个念头归拢在阿弥陀佛上。你为什么在那个疑虑上浪费功夫？为什么不多念一句佛号？多念一句是一句啊！啊，你想的那个念头都是废念头，根本事实不是那个样子的。你能置心信要，要是你不能往生，阿弥陀佛就不取正觉。你偏说我置心信要了，我还会心颠倒，我不能往生，你是跟阿弥陀佛抬杠了。明明阿弥陀佛已经给你下保证了，你为什么偏不信？那换句话，你还是没有置信信要，反而你很可能就是临终心颠倒，自作得自受啊。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心呐、那个信心真升起来啊。那当然，这些功德啊，这种利益都是从闻法得来啊，闻名功德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此地啊起建这样的一个法会啊，专门来学习净土大经解这个心得分享啊，就是鼓励大家深入这部大经解。因为你能深入，你对这个道理越明确，你的信心就越坚定，不会有动摇，不会有怀疑，你的愿望就越恳切啊。那么在念佛实际上一至七天，弥陀经上讲若一日至若七日，你都能以这个智心信要去念，你肯定能一心不乱。这个一心不乱是怎么个不乱法？你的信愿不乱，只要信愿不乱，你始终是这一条心求生净土，那你肯定往生啊。所以在马来西亚
7月29号到8月4号，这个我们 Alice 菩萨，8月5号是吧？7天，这个马来西亚的净宗学会，他们呢要起建一个万人的佛期，专门是念佛来护持西斋，那也邀请定弘去那边给大家呢。 讲一讲这个，怎么个念佛，怎么能提起信愿，那么这种方法我们在日本试行过，非常有效果，信愿，这个加上行，信愿呢靠讲经说法，靠明白阿弥陀佛48大愿，还有往生的正因。 那么明理的，你就有自信信仰，然后念这句佛号，争取7天之内，你这个信愿的心保持不变。只要这一生当中，你能有7天能做到一心信愿不乱，那你临命终时肯定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 所以 ，Alice 菩萨呢，他呢，让我们这边法会宣告一下这次的活动，目的呢是通过念佛，通过解行并重，不仅希望能拿到往生把握，这对自利而讲，而且能够通过万人的念佛，帮助护持西斋，因为这个量。 提出个数据嘛，说全球只要有8000，这个能够断修善，能够治为世界和平，消灾免难祈祷，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所以这个万人起见的佛期呀，也是自利利他，如果大家呢，有空，有这样的一个发心，欢迎大家呢，去参加，那么。 这个，在我结束之前，我还想呢，特别跟大家汇报一个事情，这个是我们可能，这个也是自己的一个业障吧，在这边的法会上，有同修呢带来这个《无量寿经》的光盘，来这边结缘流通，那么这边组委会呢也没有认真去检查，结果发现呢，这个第一片呢。 这是完全不是我讲这个《无量寿经》的，却变成那个暴力色情的片子，这个呢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如果大家拿到这个《无量寿经》的光盘呢，大家就把这一片自己销毁掉，好像第二片之后总共15片，就没事儿，可能是我想那个同修呢，他去这个。 光碟厂去做的时候，那个厂可能很大批量的光碟，结果呢就搞混了，就把这个光碟就印到纸上面来了，那个封面都是《大乘无量寿经》，结果里头的内容全不是，那这个呢，也算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吧，<笑>那我想这个事儿也不是一个坏事。 那么反正事情都是好事嘛，我一想呢，那他这个制光碟的厂把我们这个光盘跟那个暴力色情的光盘搞混了，那个有心想买暴力色情那个碟的，他肯定看到我的《无量寿经》了。所以我想呢。 那些人是绝对不会去看《无量寿经》的，结果现在他就看到了，这也给他种福种子了，这也是好事。<笑>那今天，时间过了，对不起，这个耽误大家时间。那这一次定弘有讲的不妥当的地方呢，请诸位刘老师法师们大德同修们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阿弥陀佛。